每周六22点，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独播《时光音乐会老友记》，会员尊享加更版《老友派对》等更多精彩衍生。接下来将开始本轮游戏，《时光之家》。时光是时间。时光之家。是啊。是啊。时光老友。时光老头。你颁奖典礼一人要走 City Walk 普拉提，普拉吉，对，普拉提，普拉吉，对呀，普拉提，普拉吉啊，车轮轮臂 车轮臂 Only you 能唐僧 Yeah 打火机钓鱼，这都能猜得到，太厉害了！各位时光好友，我们正式开始本轮游戏《寂静中的呐喊》。每对时光音乐人与自己的时光老友都戴上耳机。我这个音乐再大一点。一个人通过题板给出的词语，用语言去向对方进行描述。那个就是很大的哇啊！对方要通过他的口型来猜测具体词语。3分钟内答对最多题的默契好友获胜。就是你画我猜嘛，他就是要考你读唇语。好，谁想先来？先我跟朱杰，给你打个样嘛。你不用那么大声啊，小声，让我，你就让我来猜，我们就考验默契。来 ，come on， 猜，你说。好，我这个音乐再大一点。Oh no， 两个高手啊，来吧。和尚。Only you。唐僧。Yeah。三个字。打火机，钓鱼，这都能猜得到。三个字 ，OK。这是什么？兵马俑。哦，哇、哦，这都可以。哦，哦，对妈呀！太厉害了！啊，我们可以啊，可以，很神，蛮厉害的，很厉害，肯定是太牛了。我的朋友，猜题的时候，一个字不说就能猜的对哦。来，那谁要先？那你要先吗？好，我们两个先拿。他不太会。上去啊，不要怕啦。天哪，你这样好可爱哦。嘿，嘿，哇，你听得到哎？他还没开吧？好大声啊！想一下，你再一个，你跑不？他偷看。哇，换一个，好，开始了。干饭人，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干饭人。吃饭的人，干饭人，干，餐，干，赞，饭，饭人，点。对，什么店？好厉害！是不是？干饭人？第一个字，干，赞，饭，赞饭，人，人，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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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人，人，渣，渣，渣。差吗？好，下一题。时光之家。
时光是时间，时光之家家家，时光塔，时光茶，这边时光之家之之市场，市场。时光市场，他忘记了你是时光之家了啦。时光之家，是啥？是哈？时光侠，时光侠，时光侠，钢铁侠的弟弟。啥？啊，下一题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啊，最佳拍档。最佳拉。加拉加十最佳拍档，最佳拍档，对，哎对，玫瑰花，玫瑰花，很厉害的他们，偷看，觉得偷看不行啊，热带雨林，热带雨林，对，好，时光老友，时光老头。时光老头，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厉害，牛牛牛，很厉害。时光所，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人在这里，因为你听不到他是不是一定对，所以我要待在这儿。对对对，抓紧时间，好好的开头，谢谢你们。哎，还是很棒啦，很棒。OK。我回头看，其实也没有，没有帮助。不认识，不认识。一个字而已，那个框。哇，好好大声哦。OK。三个字。啊，三个字。芭蕾舞。啊，芭蕾舞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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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llet。Ballet。Ballet。芭蕾舞。芭蕾舞。对。芭蕾舞。宝藏。毛家，毛家，宝藏，茅台，宝藏，宝藏，毛家，毛家，毛家 ，treasure， 宝藏，宝藏，宝藏，宝藏。哎，你不如就用英语讲出来。你是宝藏 ，girl， 女生，宝藏女孩，宝藏女孩。啊，她现在会的国语好多啊。拳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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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拳击 ，boxing，boxing，boxing， 拳击。拳击，这个是考我的中文发音啊，根本就是。不要不要。他不知道的，下一个。这个他不可能知道的，不行不行。啊，闽南语，他不知道闽南是哪里。下一个。下一个。很好听啊，这首歌。啊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哎，你可以试试啊，继续啊！啊，你讲出来，我跟你。Circle 全车轮。啊？车轮。哦，车轮。车轮。轮。饼。轮币。饼。beat 轮币。哈哈哈！轮币。欧阳靖这辈子跟 beat 还分不开了。啊，是一个吃的。吃的。biscuit。哦 ，biscuit， biscuit， 我听到 biscuit， 但是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。车轮饼，车轮饼，车轮饼，饼，车轮饼。Oh my goodness！ 他也不会知道的，他不知道。你要说出来吗？他不知道。你就说这四个字，你要说这个四个字。这就是爱。啊，再来。这就是爱，爱，这就是爱。我叫下一个广场舞，王啊，广场舞，黄甲舞，广场舞，黄甲舞，黄甲，这个是舞蹈，完成了吗？没事，耶！我喊的，对对对对，喉咙，我想说你不要。其实有一个 secret， 你那么大声或者很小声，对我来说其实没有 difference， 所以你不要太大声。子琪，我说在这儿，你的嗓门好大呀，你控制不了，好大。没有。下一个是谁吗？下一个是谁？他们两个。哦，下一个是你们两个。好，那我们两个来也行。那我们两个来。相信我们，我们可以。我来喊。好，准备，开始。
啊，那个上午，下午啊，下叫现在现在现在，下，大家说别人大嗓门，啊，然后是一个喝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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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个字，下下午喝下午茶，耶，老板下午茶。我刚刚也那么大声，对，不可能，真的真的。啊，那个颁奖典礼，颁奖典礼一人要怎么样？一人要走。啊，地上有个 city walk， city walk， city walk。五级冲浪啊，你可以讲吗？可以讲出来。第一个，什么颜色 ？red， 红。对，颁奖典礼走什么？红红什么？红走红毯。红毯。第三个字，红毯走秀。对，耶耶，可以一个一个字来。啊，那个，这是什么？小小的戒指。小，很小，然后很，第一个字，大。对，然后那个，那个就是很大的，哇啊！大喊大叫。两个字，大，大什么？大风。哇哦！大虎，大孔，那个大猴，大猴，大孔，龙龙，大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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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。今天我们这一群人都是什么歌手？老的什么？老朋友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我们在一起那个。什么 party 派对，老友派对，老友差不多，老友那个聚在一起，老友聚会，聚会。哎呀，哇，这也太难了。王源好冷静，只有一个吼刮噪的，对面有个吼刮噪的人。文文，好，还有孟佳，你真的好大声哦，袁成杰，超大声，太大声了。估计等一下我也会很大声，谢谢。我说我超大声呢，来吧，开始。哇，好大声啊！啊，格格、娘娘、小姐、蒙娜丽莎，什么东西？几个字？一种画，四个字。四个字。你这什么玩意儿？你是谁？蒙娜丽莎。我蒙娜丽莎。对，蒙娜丽莎。三个字。三个字。歌手，歌手啊，三个字的歌手。三个字的喝酒，三个字的喝酒。对，三个字的歌手。三个字的喝酒。三个字的喝酒。张学。张学友为什么要喝酒？哎呀，过了。四个字的，四个字，四个字的一种唱法。阿卡贝拉，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。普拉提，普拉提，对，普拉提，普拉提，对呀、啊，普拉提，普拉提，普，普拉提，普，普拉提，对，普拉提，两个字，两个字啊，两个字，就是抽筋了，就是哎呀，哎呀，抽筋了，摔倒，抽绊，抽筋了，什么？抽。什么抽？这腿抽筋了啊！抽筋了，对，抽筋。三个字，三个字。你干嘛中间老是要？陈奕迅的一首歌。陈奕迅的一首歌特别火，特别火。不要火。灭火。孤勇者，孤勇者。什么？孤勇者。几三个字？然后呢？孤勇者。孤勇者，你孤单怎么想？
这儿。不用整。妈妈累死我了。文文真的有个习惯哎，一开始的时候还好，然后突然就开始两个字，我跟你说，然后过一会儿三个字，我跟你说，我抽筋了，我抽筋了。你们两个很好笑，在那边两个辣妹在叫嚣，嗓子好痛、哦。